我是容保罗牧师，是创世美国创世电视的董事，不是他们邀请我的，是我自己报名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，我对于这个大埔传播呢就是非常有信心， very powerful， 所以你们同工要努力，观众一定要支持这个工作，如果你有足够的钱，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教会，但是其次你一定要将这个支持的力量放在美国创世电视那里。多谢各位。祝美国创世电视一周年快乐，然后希望呢创世电视能够继续做更多更好的节目，然后把福音传给身边的每一个观众。